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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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呢个国家。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2年9月9号，呢、這个巴基斯坦博士啊，一个专栏仗义执言，咁呢个有名有姓啊，好明显民建联，佢就话你去滥发嗰啲叫做免针纸啊，你系害到市民非常之惨情，害死佢哋，我唔觉得啦，我觉得咧巴基斯坦滥发证书咧就真系害死市民啦，点解啊？你滥发嗰啲学历各样啊，嗰九年都唔知点计出嚟噶系嘛，冇呢个课程人哋都未开啊，不过呢啲都系瞓觉瞓上去噶啦。咁系啊，你可以唔瞓觉嘅咩？一个人冇可能噶嘛。咁点解话滥发学历纸啊？害死市民啊！因为你俾咗一个无能者啊，咁啊凭住呢啲咁样嘅学历啊，都从来未 fact check 过嘅。咁跟住咧就攀附住呢个民建联嘅权贵，同埋张晓明啊、骆惠玲啊、夏宝窿啊，甚至乎唔得噶啊！你当夏宝窿乜嘢啊？夏宝窿都系噶嘛，都系官啊嘛，仲高级过骆惠玲添噶。咁啊，俾佢哋巴结呢啲咁样嘅权贵啊，去推进一啲完全系令到香港市民受害嘅政策，呢啲唔叫人血馒头，边啲叫啊？你个天秤唔叫边啲叫啊？阿毛嗰啲唔叫边啲叫啊？南丫岛嗰啲唔叫边啲叫啊？所以十成熟博士啊，咩之前嗰个熟咗嗰个啊嘛，佢就话哇，你睇下已经十成熟啦 ，well done 都系八成咋，十成你变咗块牛扒变咗嚿炭噶啦。咁呢个巴基斯坦郭佩凡啊，就讲到现时你嗰个和咪公宗数啊，去到10000宗啦，市民。尤其系使乜？尤其系啫，得佢哋啫嘛，就系嗰啲一老一幼啊、长期病患啊等等啊嗰啲，咁样系会对佢哋构成健康威胁。我觉得十成熟博士对佢哋咧构成嘅健康威胁啊，比和咪公尤甚嘅。你唔系啊？引入埋嗰啲内地医护啊，疏普通话啦、啊，缝合肛门啦、啊。不过话时话、啊，大家第时真系、啊，你要俾红封包、啊，如果唔系，真系要小心阁下嘅肛门、啊。红封包系少不免，但你又要小心、啊，因为 ICAC 佢可能以此为名噶、啊。哎呀，咁我应该俾定系唔俾咧？即系你冇理由俾个200蚊嘅红封包，跟住俾人罚10000噶嘛？佢嗰70个人强检令嗰度啊。就罚31个，咁另外嗰39个应该俾咗红封包啦，系咪？咁但系，我唔知啦，是但啦。佢就话有医生嘅诊所咧，就被疑，哦，系阿蔡淑梅女士就发咗嗰啲免针纸啦。人哋发得多唔代表人哋滥发噶、哦，你只能够话人哋咧可能系比较上清楚啊嗰啲人嘅身体，因为佢啲旧客嚟噶嘛，所以知道诶呢、这个高血压啊呢、这个糖尿各样，咁咪发俾佢咯。咁但系呢件事情，大家可以知道一样嘢，就系、是、其他嗰啲点解唔发啊？得一个咁样嘅正义女医生肯发啊，俾人禁住咗咯。便便教授袁国勇啊，9000岁何柏良啊，同埋呢个卢宠物啊，禁住咗。所以你就唔好问点解，哇！我神经炎啊，呢样嗰样嗰啲唔掂噶噃吓，第一重天我都已经真系飞咗去九重天噶咯。点解都攞唔到张医生纸啊？你唔明，因为朝中有人就好办事咯。咁但系郭佩凡十成熟博士系咁讲嘅，你咁做系制造咗防疫嘅漏洞，佢要堵漏啊，毫无漏洞先得嘅。个行为系极不负责任，因为有时我都真系拉拉脚脚啦。有好多嗰啲咧就走过去撑福仔，你知唔知啊？因为啲老人家唔识啊。咁科仔同埋福仔啦，咁跟住咧有一大群人同佢讲，逼不得已嘅时候你去撑福仔啦。结果咧一针毙命，因为福仔好近噶嘛。你话科仔都算啦，呢啲累死人。虽然两只我都唔建议噶啦，唔建议乜嘢？唔建议我自己啊，因为我 M 痛啊嘛。有冇医生纸？我唔使医生纸喎呢头，我都系咁行出街。你话有冇长新冠嗰啲？我领个嘢冇，定还是大家觉得我思路开始唔清晰啊？咁可能有老母啊，又或者把声线有啲唔系几好听啊？咁可能后沙啦。咁呢啲长新冠系咪呢啲啊？咁但系物理上冇啊，我都仲踩到单车，瞓觉呼吸冇问题。所以人离乡贵啊，真系啲老人家如果去到英国当地咧，你无论系唔出奇噶，剂量啊或者系跟进啊各样啊，万一你真系想啲感冒啫嘛，咁但系你70岁老人家你自己决定啦吓。
当日都仲有疑虑啦，英国当地仍然系高企噶嘛，嗰个数字，即系你都惊噶嘛。如果老人家七老八十嗰啲，今时今日冇噶咯，唔会惊呢样嘢。你香港好好咩？依家全民染疫噶咯，系嘛？咁你同英国系冇分别，所以嚟紧移民潮应该系越嚟越厉害嘅，因为啲老人家都唔惊啦嘛，应该系咁推断啦，卖埋楼咪走咯，你动二手嘅、一手嘅卖埋咁咪走咯。好啦，郭佩凡就话咧，传媒早前就揭发咗元朗某医生，原来元朗先有啊吓，咁啊发咗嗰堆免针纸啊，牟利点牟利先？佢都系收诊金嘅咋，收诊金唔算牟利喎，人哋诊所梗系牟利啦，唔通点啊？做善事啊？傻咗啊？咩叫牟利啊？阿巴基斯坦博士要解释下呢个喎，你话佢收诊金所以有呢啲纸，所以就叫牟利？你牟利啊你？佢就话估计已经发咗6000多张啦，上月至今，话冇犀利，又真系犀利啲，睬你嘅啫，发上月至今即系几多啊？我当佢40日啦，6000，平均每日发150张。佢话事件哗然，有几哗然啊？唔抵得人哋生意好啊！社会各界都话啦，咁样系随时祸及市民。目前已经是第3宗啦，见到呢啲咁样嘅个案。喂，之前呢有2单啊，咁但係嗰个医生就已经系走咗嚟英国。当其时呢就遥佢咁样去发出呢啲咁样嘅免针纸嘅。咁但係俾当局揭发咗之后，你剩低本地。本地嗰个都打巢埋嘅话就应该冇啦。咁都得㗎。佢话有关嘅行为会大大影响社区共同抗疫嘅成效，对公共卫生构成极大威胁。佢立法会就係讲呢咁嘅嘢。根据咩注册医生专业条例，医生呢就要喺合理充分理据之下先可以咁做。係呀，合理呀，充分啦。你问佢，佢有好多㗎。高血压囉，糖尿啊，呢、這个嗰、那个肺有事喎，呢、這个抑郁啊，嗰、那个有少少情绪病，个个都有身体状况㗎啦，唔系好适合，唔好适合囉，乜嘢啫。你皮肤敏感都唔适合啊！我同你讲，点知有啲话咩啊嘛？整完之后生蛇噶嘛？咁你唔系唔适合啊？嗱，不过可能有啲新入嚟嘅听众啊，我由始到终年纪噶啦，讲咗，我系赞成你同埋你啊，快啲去接种，好达至群体免疫。我 M 痛唔去得。咁无论系喺香港嘅时候，或者已经离开香港嘅时候，我都系咁讲嘅。OK， 所以我系冇变过啊。你又知点解我棚牙咁实？但系讲翻啲老人家之所以，就系俾福仔所害咯。你如果真系冇办法，梗系拣只冇咁坑噶啦嘛。咁啊，求其拣只科仔咁咪过咗去。唔系话科仔冇嘢，10个人啊，打科仔嘅可能有1个有嘢。咁但系打福仔嘅话咧，就10个人有4个有嘢。有嘢嘅意思系唔舒服 ，OK？ 你点知咩叫唔舒服？你一定要话好啦，睇下边个系钉咗嘅，福仔都劲啲。你讲呢个副作用系嘛？咁但系如果阁下你要移民嘅话，就要有必死嘅决心。所以咧，如果移民嘅国家系要你打福仔，你冇办法冇得拣，你都要拣福仔，因为为逃避共产臭屎嘅话咧，咁啊。吉吉都要㗎喇，冇辦法㗎呢樣嘢。咁但係大英帝國唔需要呢樣喎。我識好多朋友都係清白之身過嚟㗎。你話係咪嗰啲你唔當朋友啊？咁我唔會嘅，我內心笑笑兩笑嘅啫。感冒你都驚。但係70歲樓上嗰啲呢，你唔使驚我笑啊。70歲樓上你保護下自己，冇，我係唔會笑㗎。即係你唔知㗎嘛，防下副作用各樣，你長身官嗰啲，咁你都要搏一搏咁解。但係70歲樓下嗰啲你都咁樣搞法，你如果唔係長期病患，我覺得就真係 ,ok, 即係至少我明你 personality 啦，估唔到啊，撐科仔服仔都可以知道一個人嘅 personality。系知噶，惊屎咯！但系有56咯，跟住喺模糊状态之下啊，咁啊宁愿信政府唔怕咁样。嗰幅相啊，信政府唔怕嗰幅相啊，嗰班人你抄唔抄得翻晒出嚟啊？系咪全部已经跟咗施烟嘅步伐 ？Anyway， 咁郭佩凡又话巴基斯坦博士阿头巾女，哇，喂你小心喎，佢真系咁讲，佢话。呢、这个比卡超就指事件涉及呢行使虚假文书同埋发放虚假文书。行使发放都系讲医生咋。不论发放人喎、又或者行使人行使即系你用嗰张嘢都会触犯
法纪是可以最高判处14年、哦、哇高过陈同佳、哦、陈同佳逍遥法外、啊、哇咁犀利啊仲劲过暴动喎、哦、咁你不如暴动啦。佢呼吁市民唔好以身试法。14年喎边个唔驚啊大晒啦系咪大晒。佢出啲嘅啊知唔知 啊, 啊或者吸手烟啊我唔知道。同花笋啊咁跟住郭佩凡就有啲拎拎查查继续讲啦、啊、正义上身嗰啲啦。滥法啊水深火热唔会掟你牌我哋要齐心去抗疫啊社会复常重振经济。啊嗰啲啦啊你同意佢或者唔同意佢都好我都同意你㗎 ,ok? 你唔同意佢我觉得呢啲系喂自然本能啦傻咗啊係咪巴基斯坦博士。但係你同意佢我都会同意你㗎喎、哦、因为我系赞成你同埋你快啲去接种好大致群体免疫我 M 痛唔去得。大哥李先生失德医护人员喎、啊、你失德立法会议员啊失德啊真系。咁但系你咪啊佢而家其实都即係夹住落11月落咗死命令喎、啊。我唔知点解啲人开心啊啊 ,11 月啊 ,11 月啊咁样。到时先大镬因为佢为咗11月嘅时候呢方面好似会即係我讲谷针呢方面好似会更加行。所以我话先紧后宽啊呢个系人执强啊。你话当局有冇諗过11月换咗人之后洗太平地跟住重新咁啊水到渠成啊快啲完晒啲嘢佢啊有咁先大镬啊我系觉得咁先大镬。所以真系有能力嘅早日移民冇能力嘅积聚实力然后移民就系咁样。好今日讲到呢度。